Do you know how to make an action figurine worth over 10,000 yuan?手办呢，通常是属于衍生品这个行业，它属于有一定 IP 内容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主要是对动漫这个人物的一些精神寄托在里面。首先，我们决定要做魔坑，应该是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推出了只做正版和原创，然后呢。同时我们提出了这种透明官方化的这样的交易，然后所以呢快速的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的支持。2020年的6月份，我们办了一场算是小型的展会吧，在我们魔坑自己的博物馆里，然后那一次的展会的效果就比较好，就会有很多艺术家呀，还有品牌工作室，然后都来，然后那个造成的影响力，圈子内的影响力就比较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2021年，为了完成全产业链的闭合，我们也开设了自己的这个工厂。我们可以把设计师设计的很好的作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工厂来完成落地。What's behind these figurines is a long, precise process. Here's how they are made. 第一步修模，是我们从拿到 3D 打印件之后，我们工程师进行一个手工修复。第二步是开模注浆，这边就是产品用那个修复好的 3D 打印件之后翻出来的一个模具，然后进行一个材料的一个生产。第三步就是打磨，这个是通过纯手工进行一个处理的。第四步主要是色彩处理，对它的一些阴影啊各方面的进行一个处理。现在看到的是第五道工序，组装包装，把之前上好颜色的之后进行一个配件的一个组装。之前我们讲的这五道工序，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小工序，大概有接近20多个工艺才能够完成，每一个工艺都是需要纯手工完成制作的。其实自建工厂的原因呢，其实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像有一些工作室在去年的时候，可能10个订单里面有7、8个都被客户弃单了。所谓的弃单呢，就是因为你做崩了，所以客户不想要你的东西，那我定金也不找你退，我就索性就不补款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对工作室来说，都是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就设立了自己掌控力更强、更能保证品质的工厂。How do I know the figurine I bought was good? 好的作品里边，这些所谓的细节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动势，你想表达的一个语言，你想说的一个话，你想讲的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做在你的作品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整个雕像制作的过程呢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很复杂的点。就比如说我们1000多块钱的一个雕塑，可能它有30个、40个拆件，那我们如果上万的，体积很大的，做工很好的，细节很多的，那我们就可能涉及到300、400个这样的拆件。为什么这个产品售价这么高？首先对于工作室来说，版权金就很贵，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可能要建模2个月、3个月。对，所以整个成本分摊下来，如果工作室还要保证一定利润的话，那么这个售价自然而然就会很高。有一组数据，就是在我们魔坑平台上3000到10000这个区间内的SKU 里面，基本占了我们销量的80%左右。所以从这个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其实玩家对于这部分的产品购买力还是比较强。So nowadays, what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figure toy industry?我们目前呢，整个四川的省的状态是一个这样的。成都的优势呢是游戏公司很多，就意味着它具备很强的原画和建模人才啊。但是呢，供应链是不足的。然后魔坑呢，我们在23年的12月，然后我们的海外版的那个 app 已经登陆了Apple Store 还有 Google Store， 所以我们呢。也在积极地为全球化去做努力，而且24年的工作重心
会放在全球化和海外版上，然后明年会有加菲猫的大电影上映，然后我们也积极拥抱这样的大 IP， 然后我们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甚至可能几百个 SKU 的这样加菲猫的下沉单品，售价可能是几十块钱的这样。我们魔坑在2024年的整个出海计划当中呢，很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的艺术家还有具备中国元素的这样的雕塑作品带到海外去，然后通过我们自己对海外的定位和推广，让更多的玩家了解到中国艺术家做出的产品。